我们就把可怜的狼屁龟解救，让他回家，七个人才能把他抬上船呢。哎呀，这太难得了这个机会。现在我们就把800多岁的狼屁龟抬上船了，看一看多么巨大。这狼屁龟不停地在呻吟，他好像明白了我们的善意，不停地在流泪啊。这是名副其实的海洋精灵啊。现在我们就带着老寿星出发了，让他回归大海，回归自由，恭恭敬敬的把他送回大海。波涛汹涌的大海在我们眼前仿佛是一只难以驯服的野兽，我们显得是那么渺小，而在他的面前那还显得是那么的平静。他就好像能掌控大海的喜怒哀乐，显得那么从容自信。多年以后，也许我们都不在了，你却依然还能在大海中乘风破浪，守护着人们心中的那份安宁。狼皮大海龟，走吧。